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恭赞王禅老祖天威赞记。王禅老祖开济天龙，万圣之主护我七少帝。诸王善知识，以及各位莲座上列位诸祖灵、诸圣灵，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阐述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神通广大，不可说，也不可思议。回顾大兴安岭的火灾，那时候呢，王禅老祖开示，大兴安岭的火灾必须要靠天才能灭火。那时候呢，我们好几位同修在台中市静修院五泉五街的时候，开始深谈，以王禅老祖所开示的法仪奇门遁甲，来遁天上的大雨，在哪一天就可以灭掉。我们好多的同修也都就感觉师父好像神经病，不可能了。王禅老祖开示要有信心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大道，大五其外，细五其内，神通广大，救人救世的圣法，易经大道。所以我就配合王禅老祖开示的修持奇门遁甲，每天十五毛油来静修院的二楼外王禅老祖圣座前演化，即是奇门遁甲。结果在王禅老祖开示的那一个日子，我记得是丙子日，果然大雨从天上降下来，把这个大兴安岭火灭掉了。这就是要靠天呢，天的威德哎。所以当下性我才体悟到王禅老祖的天威，大兴安岭的大火竟然可以灭掉，按照所开示的时间所以我们早期的同修非常的振奋非常的高兴接着一路走来
好，王禅老祖继续开示，世间有难，一定要深谈依法修行。啊，就在接下来没有多久，又发生了我们在台湾南部的登革热。啊，这件事情，王禅老祖开示又配合台湾祖师谢妈妈的开示，怎么样要遁，要把这个灾难解除。那时候我还不懂得什么叫佛法，啊，不懂得什么因果律，各有业报。我问谢妈妈，啊，谢妈妈，这样会生病都有因果呢。啊，谢妈妈她跟我讲一句话说：“你知道怎么解了，你不去解为众生的苦难来修法，你才犯因果哎。”那说我才烦恼一暝都没困呢。所以王禅老祖开示，啊，这个当时的登革热，啊，如火如荼，大家烦恼。王禅老祖大显神通，一直在端午节就灭掉。果真在那一天，端午节全部销声匿迹。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供赞观世音菩萨、供赞的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啊。所以王禅老祖的救人救世是广义的。若是个人一个小我，个人有烦恼有难的时候，王禅老祖也会救我们。啊，你就用念一两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这四句偈，你一直念，一直念四句偈。好，那么你会遇到贵人来相互协助，这是小小我的个人。所以王禅老祖他不分你贫富贵贱，凡是你有这个心啊，在西方人说信奉上帝的都有救，啊，信我则永生，同样的道理，所有一切神都是代表每个人的灵性的中心，代表每个人的原点，最深层的原点。所以王禅老祖也是一样，啊，王禅老祖啊，就是从这个的易经的乾卦三两开带啊，到这一点啊，这一点呢，这王祖就是王禅老祖啊，天地天神上帝啊，佛啊，这大神如来啊，菩萨啊等等呢，阿拉耶稣啊，这个是天
地、人，啊，这所以当人在天地之间的人，一旦有烦恼、有恶、有灾难的时候，你要跳开来，跳出，啊，这个就是灵性，找到你的灵性，找到你的心，好，找到你的心，啊，找到你的金刚。所以这个就有真言，就是众，在唯心圣教的真言，就是阴阳日月最长生，口齐天理难能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这是阴阳，阴阳啊，日以月最长生啊，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这一个点超越天地人，超越你的烦恼，超越你的当下的困境。所以你一直念四句偈，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你不管怎么样，你就一直念这四句偈。所以挥空过往的神圣，一定会下来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啊，所以当我们有烦恼的时候，人不可能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就不是人。所以老祖师尊他传下这个法，台湾祖师的慈悲啊，传这个法下来，王禅老祖的圣法里面的禅机，在36年来一一的阐述，要我借着各种因缘法会来为各位解说王禅老祖天威，来赞叹攻占王禅老祖的天威啊！不然哪有可能在36年的短短时间，我只有3块钱的卜卦，一只乌龟，乌龟当时也没有，所以用手拜托拜托，好像在选举，拜托拜托，跑给啊，就能够找到人的根源烦恼的地方啊。所以怎么解决？那这是一道天机啊，这超越啊，啊，超越里面就是这个点，这个点就是易，易经的易，也是1234的一啊，这个是地球啊，这个人世间天地人啊，这个三宝之外，还是要自己的神性、灵性、佛性、道性、圣心、圣性，这个就是所以我希望各位唯心弟子同学们，大家都修行啊，只要你时时刻刻啊念着王禅老祖的四句偈的时候，你会得到挥空过往神圣，他们都会及时的光降下来护佑你们啊，看你们有什么事情啊，会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呀、啊！安听无？好，今天我跟你们讲的最清楚了。
好，当然恁都爱主安尼过来教导所有有缘的人。好，那阿赞老祖的神通广大，3块钱，现在有42个道堂。啊，还有国外有好几个道场，尤其我们目前信徒信众啊，有1000在台湾，有1000多万的信众受到王禅老祖的庇荫保佑啊，我们就可以去理解王禅老祖他是天啊，是大无其外系无其内的天，是道啊，道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在心灵灵性的本尊。所以你要找到自己的本尊，你要从哪里找？啊，从真言，无论佛家的，你就念佛家所开示的真言和咒语，啊，道家啊修道家的咒语，啊本。唯心圣教，唯心家修的就是真言啊。那么由大而小，唯心家这变卦真言，所以各位同学们，每个人有64卦之一啊，64卦之一的真言。变卦真言我传了很多宝给你们，你们只要把变卦这这一集的变卦真言一天要练146遍啊，早上卯时早上起来你练36遍，中午练36遍啊，晚上傍晚十五卯酉练各练36遍，渐渐的你智慧你会打开来，你的心会与大宇宙会融合为一，融为一炉啊。所以变卦真言，个人的个人不同的变卦真言，64卦的变卦真言啊，我们希望各位维新前世同学们，也许我传了太多的法，你们找不到一个方向啊，啊，到处外求，内心的变卦真言啊，那观世音菩萨啊，他就开示了一句真言。好，啊，观世音菩萨开示，求准求吉后来我悟了，各位同学，
你们有没有命卦尊严？你们自己的命卦尊严，寒天引冰，冷暖自知，哎，哦，不要小看命卦尊严那么浅，那就是让你找到自己的本身的灵性，找到安心的法门，而达到心安。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维新贤士、贤士同修，各位，尤其各位法师讲师们，你们应该要对自己的弟子啊，多鼓励他们各自诵念自己的命卦尊严，你们可以影印捡起来和写起来，放在你的桌子上和放在你的口袋上，命卦尊严，而你就能够依法修行，求者不知求己嘛，连所有圣神到哪里去拜拜的圣神也有自己的命卦尊严，而只是这个命卦尊严是王禅老祖啊，这几年来当下所传下来给我们大家的，公开给世人的。好，我们要回到自己的家，你一定要念自己的命卦尊严。所以自己的命卦尊严就是神通了啦，每个人都有神通，都是很广大，一只蚊子尊者他也有神通，哎，啊，他在叮你的时候看不到，他掉皮肤的下来，他针怎么没去撞断，看蚊子厉不厉，厉不厉害，他有神通广大，哎，啊，一只蚊子飞得很快你也追不到，神通广大，哎，啊，一只小苍蝇也是一样，啊，一个小细菌藏在我们的身上，你要把它杀死，就要用化疗。化疗针打下去，细菌还没杀死，我们好多细胞就被杀死了。哦，这个是。所以人的无奈耶，所以我鼓励大家，求者不得求己啊，求己不得求真己，这一句名言要记住，观世音菩萨所开示的，台湾祖师所指示的，啊，王禅老祖来转述，啊，来把各位的尊严，真正的自己在哪里，怎么去找？佛佛佛，那么多的佛没有错，而佛的真言在哪里？嗡嘛呢叭咪吽，啊，那也是找到自己的内在心，啊，找到你心里面，你自己位置坐在哪里？啊，像我们元旦要祭祖了，在林口大体育馆有36,000。啊，我们邀请你们各界来参加祭祖大典，啊，有那么多的位置，你没有这张门票进来，你要坐在哪里？同样的道理啊，各位同修啊，所以命卦尊严自己好好去背，好好去诵，一天煮五毛油，啊，过念36遍。好，那么就你渐渐的啊，你的心会打开来啊，你的灵性会找到，你的烦恼会解除。所以今天我为各位啊开示了点破天机命卦禅机，所以我们要恭赞王禅老祖
啊，请各位合掌，一起恭念：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祝福各位。